好，现在人的位置是在北京的地铁站上面，是五号线吧？然后，昨天晚上9点多，还有今天下午的2点多，现在是9月18号啊，9月18号下午2点多，在台湾这边的台东跟花莲发生的地震。我的家族圈，目前是平安的，是没问题的哦。刚刚给台湾这边的家人联系上了。大家比较就是关心的，可能就是说那边受灾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哦。跟大陆这边的小伙伴稍微简单的说一下，就是花莲还有台东这边是台湾的东部，那边住的人口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的密集，就是一般到处都是那种透天厝啦，类似那种四合院那种的，就是人口居住的比较没那么密集，所以呢，目前为止的话状况。据我了解，有一个小七，就是 7-Eleven 一个便利商店，还有倒了嘛，然后还有桥倒了，还有那个火车好像也斜了吧。啊，目前的话，我的家族圈暂时是还好的，然后就是也希望台湾的这边的朋友平安啊。然后我后面的话会放上一些群里面发给我的一些视频，啊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审。今年就是祝大家平安啦，就这样子吧。